哦，这六个戒指是我买错了啊，然后啊，现在是我的，等会儿鉴定出垃圾呢，送给老板100到10000呢，小极品呢是送给你们，万一出了超级简易三法爆、三法伤、三治疗、封印速度的话归我啊，好吧啊，这戒指的话所属权是我的，一切解释权归我所有啊。23个灵视鉴定开始了，双法爆没有啊，法爆物爆加穿刺。法爆加物爆，封印加治疗，封印加速度，狂爆加治疗，双封印一物爆，封印加物爆啊，法术伤害结果加速度，狂爆固伤加治疗啊，狂爆加穿刺，治疗加封印，法爆加物爆，法术伤害结果啊加治疗，超级简易封印加治疗，我他妈的超级简易啊，超级简易封印加治疗，要是双封印一治疗的话也还行，毕竟封印国标八，治疗国标八啊，这个。咱们主播的出品里又出现了一个，这波有三属性，这波老板的23个灵视可能要赚了啊！回本回本回本啊！恭喜老板喜提双双一速啊！这个把今天鉴定的成本回来了啊！赚星辉石是纯赚的，兄弟们超级简易歪了啊！这个超级简易要是印在这个双双一速上了，我去他大爷的啊！这个跟无级别罗汉、无级别项链啊！啊，还是差距很大，但是对不对啊？起码可以 PK 一下，法爆穿刺加物爆啊，法术伤害结果穿刺啊加治疗，治疗固法术伤害结果加什么固伤，固伤加速度啊。这两个超级简易属性歪了一条啊，歪了一条，我靠，差一点，固伤加法伤，固伤加速度啊，物爆加狂爆，好了啊，老板的资源鉴定完了啊，老板这波是血赚的，好了，兄弟们，轮到我们的了啊，我们的了。是谁的还不知道，来了丁儿，丁儿，超级简易双伤一速，双速一伤，兄弟们，这波是我们的固伤穿刺加物爆，100块钱以下呢是老板的，100到1000呢，100到10000呢是你们的啊，伤害速度加防伤结果，又出主播出品了，又出一样的加成了，又出双伤一速了吗？我操，又出双伤因素了啊啊，这波又出双伤因素了，但是主属性不对啊啊，这个能卖多少钱，主属性不对啊，几百吧，来兄弟们可以建号了啊，天下无双群雄璀璨，反正肯定不止100了，就是兄弟们的了，100以下呢是送给老板的啊，然后100到10000呢是直播间的兄弟们，么么哒来一个啊。